还出了一种叫做间歇封喉的毒。他们的刀上有毒，间歇封喉，五个小时之内如果不解毒的话，人一定会死。春暖。行知，我是玛丽。有人要对肖楠下手，请求增援。什么？你务必保证他的安全，我马上过来。肖楠出事了，带上家伙跟我走。好。下手？谁要对我下手？放心吧，有我在，没人能伤害你。护士，警察，医院里。可疑人员的副手，把人逗住。我暴露了，后面有警察，你走，别管我。你停住，我马上就到。小暖，小暖，没事了。那边跑了，地下二层，他跑不远，都在里头。是是，小易，把监控室调取监控，通知医院安保部门封锁各个出口。明白。
小兰，吓坏了吧？没事，嗯。小芳，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刚刚才玩的好好的呢。对不起。小璐，你去把用药拿过来，给我看一下。好的，孙大夫，你看。小峰。抗毒血清，好。你去把病理科的王主任请过来，快。大夫，小暖暖到底怎么回事？她刚才还好好的，她到底怎么了？马警官，你冷静，冷静，听我说啊。我们初步判断她是中毒。中毒？你们给她注射了什么？嗯？你们给她注射了什么？她怎么会中毒呢？不不不，你冷静。我们呀，没给他注射什么，是有人给他下毒。我们科呢，现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，得请病理科的王主任过来再确认。现在的情况，如果没有特效药，他会很危险。患者的伤口在左臂上，20分钟前，他的血氧浓度突然降低，血液出现凝固，还伴随有窦性心律不齐，两肺之间出现室落音，猜测是急性中毒。经推了3毫克的罗比林之后。患者随即出现短暂痉挛，心率一直低于正常峰值。独立分析做了吗？样本已经送到病理科了。患者目前的情况，病理监测都给我一份。哦，在这儿。大夫，他没有心跳了，他没有心跳了。心室纤维性颤动，准备出颤。小暖，请注小暖心。请你冷静一下。两百焦充电。两百焦充电完毕。准备出颤，独立充。停住。300焦充电。300焦充电完毕。准备出颤，独立充。从他刚开始有中毒症状的时候，心搏减慢 ，PR 间期延长，给他推了洛贝林后，心率有短暂的恢复，但立马又降了下去。这不符合洛贝林的药理啊！嗯，这也正是我奇怪的地方。按说3毫克的洛贝林，最起码支撑20分钟，但他连3分钟都没撑到，难道是剂量小了？与剂量无关。而是洛贝林对他根本无效。二萜类生物碱，应该是二萜双子类生物碱，俗称见血封喉。难怪洛贝林对他不起效果了。小暖出事了，医生让家属尽快过来签字。什么签字啊？中毒，他中了一种。叫做见血封喉的毒。见血封喉。见血封喉。怎么了？他们的刀上有毒。见血封喉，5个小时之内如果不解毒的话，人一定会死。小暖出事了？没有啊。嗯。医院让我去缴费。别骗我。没有，没骗你，放心吧啊。那个，我先回去了。5个小时。你说什么？有点晕，哎，那就赶紧回去歇着吧。哎，哎，怎么了？再去叫两个人。哎，姚哥，姚柱，
这人什么情况？不清楚，进出医务车，脑子之前有了。你们两个先把他推进去准备一下，刘大夫。带着去办手续。他在晕厥之前是什么状况？一切正常。天雷，对不起，天雷，你不能久留。到底什么情况？现在化验结果还有一个小时左右才能出来，每隔15分钟要打一次强心针。对不起，天雷，你必须马上离开。天雷，难道你不明白吗？这一切都是对方设计好的，他们跟小暖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害他？还不是冲着你来的，因为他们知道小暖是你的软肋，抓住你的软肋，你就会方寸大乱。那我该怎么办？具体该怎么办，我也不清楚。但是既然他们逼你出来，就一定想找到你，找到你，你就可以拿到解药。现在想要救小暖，你是唯一的希望。无论发生任何情况，不能跟警方发生冲突。你去再说。哎，飞龙农贸市场，哪来的名片？哎呀！那带我上医院呢？知道了，带金链的那个司机跟那老头是一起的，跟他们不是一伙的，所以这个解药肯定在农贸市场。老兄，我得去。出来。这。阿姨，您知道 B-24在哪儿吗？你往前一直走，走到头右拐，那边有个铁皮房，就是你自己找找吧。哎，谢谢。小兄弟，解药呢？你帮人干嘛呀？进去。哎，怎么总想动手呢？为什么陷害我？
哪儿陷害你了？没陷害你，我要陷害你还能给你解药吗？啊，特效药，静脉注射，药到毒解。你们给我女儿下毒，绕这么大一圈把解药给我，你上面的人到底是谁？还有，为什么引我去东郊？引你去东郊是因为有人跟我们作对，刚好你又这么能打，这个资源不能浪费。而且我告诉你，我们是在帮你，真的。你可以继续在这儿跟我浪费时间，但是我怕你女儿可等不了太久。我们会再见，小兄弟。红色摩托车，抓紧。天雷，哎，拿到了吗？拿到。马队，让我把药送上去，只要看到我女儿没事，之后都听你的，行吗？求你了，你俩跟他上去。谢谢。江总，病人已经深度昏迷了，恐怕很难醒过来。药给你，给他打，快！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，这种药品医院是有规定的。你快别说了，赶紧打吧！不能打，真的，请你谅解。打不打？真的不能打。哎，你今晚不想来了，小暖。为什么不等一等啊？都怪，都怪爸。小暖，小暖。小暖怎么样？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了，但是给他打的那针，富含了高浓度的甲基苯丙胺，可能以后都有依赖了。活着就好，活着就有办法啊。太君，天，这几天你把队里的事放一放，照顾好小暖，带我去找你们马队长。是。谁给你的胆子放走干天雷的？不让你干什么，你非要干什么？太君，我走啊。